辛苦搵嚟志在食，翻到屋企梗系想食翻碗好味嘅白米饭，盛兴隆推宝哥嘅黯然销魂饭，系用咗三种香米混杂而成，煲出嚟嘅饭软熟光身，食落烟硬，一般超级市场嘅白米饭绝对冇得比味，最啱就系用嚟煮煲仔饭，就连好多大厨都要同佢嗲米。上嚟 MHK 网店嘅翻包盛兴隆嘅黯然销魂饭。